是。哎呀，好难，好难开啊！哦，开了。哇！是以前的味道，哇，好久没吃了，真的。那天去超市的时候就买了，怎么买了？这种，像，嗯，里面应该有橘子，这个是果冻吧？然后这个应该是，看一下，呼。好甜呀！很想烧了，好看一眼，怎么这么难弄？这个是果冻。嗯，好尴尬。OK 了，这应该是黄桃吧。对的，这个是黄桃。嗯，哎，好像还有一种，哎，这个红红的，这个是樱桃吗？不要挖，等一下，把它翻过来。哎，它还是爱心的那种，哎，看一下。爱心，我要这么残忍的挖出来吗？哎呀妈，挖不到。这个，他没有给我配勺子，感觉不好勺。这一天都在剪辑，明天就最后一天了。明天就是我偶像十周年纪念日，我得赶赶看片子给剪完。嗯，剪了好多，但我还是不满意。我给你看一下我最终决定的这个片头，我今天改了好多遍，给你看一下。这首歌就是我听着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拿来剪这个视频，所以我就做了。而且真的，这个毛前辈唱的非常的好听，而且非常深情，这是一首老歌来的，不可能很少人听见吧？好吧，这次我的碎片分享就到这里啦，而且我相机快没电了，再见。这个 logo 我非常的喜欢。